反正开了，对。你确定那声跳出来吗？我这有点不太。不管，我们要不要先等到确定有串流之后再切这个画面？不管，我现在聊天室等一下就有动静，我们就会知道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然后就发现今天我的观众全部都爆得了一种诅咒，就死掉了。我什么时候改就忘了改串流吗？孩子。真的，没有碧琪公主可以选哦。你看是不是到了？他都被抓走了，你还选？你看大家安安的哦。对啊，他就被抓走了。好，那我用哪一个？我不知道，你们两个打架。有贴纸那个你的，这个我充好了吧？应该也没那么快了，没关系啊，可以用就好了。我们是技术派玩家。我们问大宇哥，你的头，你是耳朵实况型实况组，耳朵实况耳朵型实况组，只露肩膀型实况组。这个不要吗？那给我。哦，你可能啊，我跟你换椅子来。不要，没关系，快点啊！哎呀，手啰嗦，我这样很舒服。哦，好。Hello， 大家 Hello. 新年快乐！不要，我们不要抢，这边是 DA 要让 DA 跟他关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各位新年快乐啊！1月1号啊，希望大家过个好年。那好了，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。没有，我知道这样。超级马里欧嘛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充满了智慧啊、与那个勇气的，一定可以顺利的救回我们的碧琪公主。好啦，那羽凡放他去算了啦。哦，这样子。那我想说，怕大家不认识我，介绍一下嘛。那这个是羽根，嗨，我是羽根。然后这个是 DA， 然后你觉得像吗？然后这个是 Nico， 然后这边是黑熊，看很黑了，够黑了。对，大家不认识，介绍一下。太烂了，介绍的方式。我觉得很棒棒。这个有雷，有雷，超雷。Okay, 好。哎，我们要怎么开始？你用第二个好，你选第二个。我选第二个吗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删掉第一个。没有，你就选下去、就选下去就好。没有，他那边选就好。哦。就继续一直安全。OK OK。有人说干我最期待这个时候。这个。哎，小恩也在最期待。讨厌。四个吧。我们四个手法，这个你就先你先哦，也可以，我可以选嘞。对，为什么我已经选好了？你就一批啊，你就马里奥啊，那我什么要香菇哦？我们两个都香菇哦。啊，我要当香菇哦，别人可以当路易啊，对，我没有意见。这边这个，我们应该选三个好，为什么是三个啊？三啊，我按到路易的。没关系，我们选三个，你选三个，选三个，因为我们一个是来控那个，其实这样，不对，我不要当路易，我当香菇。OK 哟，我是蓝的，抓到了是蓝的。你这六八九，我等一下要跳好跳满。开头不能跳过，对，不能跳过，好麻烦。有人看到三孤三飞。好，顺便讲一下，这边等下 Echo 他不会在游戏中出现。对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他各种的辅助。画面上出现很多神秘的框框，敌人大军攻击啊！那些框框是帮忙的还是干嘛？他也是帮忙啊，只不过帮哪一边而已啊。对对对。哎呦，为什么他们两个要牵手？不觉得凶？为什么不闪啊？好奇怪哦！是我们被抓走啊！我们被丢走。哦，就抓男人干什么？也是啊。等下，姑姑是男生吗？这一棵树怎么看起来有一点那个？有一点怎样？有点。哎，看这龙好肥哦！好可爱哦！有点乖乖的。哇，好可爱！冲啊！这丢妈丢的丢超远，然后没摔死。这马里奥已经可以称霸全世界了。他确实是称霸全世界了。一个打不死的，超级远呢！一个打不死的节奏这样。你看胡子黑衬衫雨根呢，人家可以玩黑胡子游戏，拿刀戳他，他看不会跳起来。靠呀，是那个东西吗？我跟你讲，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次呢，我们是在这边开，所以我们的那个 Twitch Alert 就暂时没有设定了。对，简而言之就是你按追随，不会跳出什么东西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 Twitch Alert 没有开。可是你还是可以按抖内，还是你可以抖内，没有你们可以尽管的抖内。等问年完之后，下次我就会在台上跟谢谢各位了。你按下去之后会出现什么，我们都会知道的。我们心里会收到那个讯息。心里吗？对，最后你口控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边是我控，刚刚那个是我控。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可以干嘛。你点画面。啊，不就好棒棒？他好像只能点，就是你辅助的话，辅助好像是滚开。
好像干枪不是我的，不要抢啊！来，我往前走就拿到香菇了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看我有砖头，多利路，与世无争就对了。可以可以给协助他跳上。那个为什么他那只会飞？哎、啊，走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们在干什么了？哎、欸，我这有可以什么？我这有什么用？哦，加密的、欸。哦，可以飘哎、欸。嘿、哦，好可爱哦！干嘛？你要走开！你出风头已经出得够久了。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干为什么马六可以飞啊？马六。你从哪？哎呦，神准了，跟高手啊！你从哪嘛的拿过来这么一个怪东西？干，真是讨厌！你敢不敢干什么？敢过啊？什么毛病？混蛋！有毛病！蛇纹，第一是蓝的，有一个是黄的，那黑熊是那只奇怪的大叔。哦，要求。走走，哎呀，你看你害人害己啊！我觉得有密道。哦，好厉害，你发现的？感觉就像出得来再说吧你。干、欸欸欸、什么？干什么？出得来再说吧，密道是吧？出得来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都聪明的，我赶快跑了，拜喽，拜喽。哎、欸、嘿，你们打不我、啊？没有，我在帮你啊。不是，有效合作好吗？合作好吗？我们一直在合作、啊，这是个互助游戏，真在合作哎、欸！你们都感受不出来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，你看，我操你们这混蛋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哎呀，靠腰哭！气球在飘啊，赶快吃我！气球在飘、啊。看，看这小香菇、啊，我最讨厌蓝色，我跟你讲，蓝色是吧？我觉得我会被麦克风打到、欸。哎，这个可以抽怪物哎、欸，好可爱！哇，等下棋子不是先抢先赢？不是，各自什么颜色啊、喔？哎、欸，我以为是先抢先赢。我是蓝的，宇根是黄的，然后黑熊是那个。黑熊是马里奥，马里奥大叔。嗯。其实为什么不是宇根选蓝色，直接选黄色？哦，说的也是，因为我们颜色刚刚反过来。刚刚反过来啊。对啊，因为我的台主要是蓝色，我猫两个蓝的。啊，对，好，说的是黄的，我都一下没想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红的红，算了，好玩的。不要逃啊！要逃啊！我烤香菇美味啊！你们两个为什么要逃呢？两个妈的火球在谁？哎、欸，我碰到不会怎样死？废话，会死还怕死？哎呀，好啊！吃火球，吃我的屁股吧你！不是，刚有人帮我开路，没什么不好啊。我先走，哦、还是按那个？哎呀，哎、欸，可以跳，螺旋跳怎么跳？哎、欸，按啊！啊，抱歉，走太急了。你们应该不会怪我的吧？啊，没关系，我按啊哦。哦，干，我号称台北螺旋跳。我太急会死，我还是不要急啊！不要急啊！不要急啊！急什么呢？爹，快快急！急什么？急什么？爹！Nico，Nico， 来喽 ！Nico， 快放板子，快放板子！哦，放板子吗？快挡住黑熊的去路！看你们好坏啊！你们！嘿！看，看到了！干太好了，没我的事，没我的事，没我的事，完全毫无技术。新年，你有什么毛病啊？哇！哎呦，嘿，救命！好了好了，等一下，你以为龟壳这是永久的吗？想得美！啊！哎，那个我的龟壳，那条的红砖挡了我的龟壳，赶紧去死吧你们！休息。那我们这边应该下一个谁抵达终点次数比较多，然后可以有奖励。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先从宇根最先出来啊，因为我刚刚最先进的。好废啊！我每八百分。你看你只剩下三条命了。对啊，为什么我命那么少啊？是不是刚才有这种 bug 啊？一直被挤。
一直被挤杀这样子，气死人！我稍微挪一下麦克风，对，我要跑快一点。我觉得我妈的一直被大麦克风挡到那个视点。好，可以 ，OK， 这样没关系，好，很好。哎呦，又有剧情。哎，公主被抓走了吗？我觉得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应该不用杀我们，我们自己就算把自己杀了。不会不会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拿那个东西，这个是。他们有一些对啊小游戏，对。好，随便了，走开了，看我的。哦。哎，相信我，我没有在看。啊。哎，是不要抽到那个库巴对不对？是不要抽到库巴吧？中间。不要最右边那个，最右边啊，库巴在最右边啊。我觉得是中间哎。最右边了，相信我啊。中间，不要碰，不要碰它就好了。霸气，已经敲出来了。哦，还是不要把库巴敲出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我看错了，对不起。哦，你以为是把库巴敲出来？没有，我以为库巴在右边。你怎么不相信我？我以为库巴在右边。我看得很认真嘞。你要相信司令的，现在配在他手上，因为我是第一圈没有看到，我后面猜的。OK， 走了。好了，这边认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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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这回事。黄色那个在做什么？哎、欸，等等，让我去吃大金币，走开！哦，嘿，大金币的高手啊！雷孔，你刚才是想挡我下来，还是放我上去？我有点好奇。我是想要助你一臂之力，你要相信我。嘿，我绝对不会记恨的。超可怕的！我突然出现一个砖块在头上，所以一件恐怖的事情。这是孔明砖吧？这是在往外面。拜了，我会想念你们的。See you。哎哎，我的命啊！哎，哎，雨哥怎么不见了？没有，我活得好好的，我在右边。哎，对啊。哦哦。所以我说那个蓝色的香菇。哦，是你哦。哇！我等你们，我等你们。加油！我说过这一关我们会合作的，合作合作，合了再做，做了再合，合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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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香菇人，呀，我的香菇，合作合作合作，这是真的，雨哥不见了，有他出现，他出现，他出现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个爸爸，你看浪费食物，你马上就要感生气了，你们都去死吧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自作孽，自哎，说要玩可以，可是不要全灭。不会，我们的技术，你可以把它干掉。对，我可以把它干掉。哦，可以哦，原来那个可以这样做，真是方便。哎，那边有个东西，要不我去拿？算来不及，我上来。哎，该机车到死。哎，为什么中间真的特别矮？哎，矮子。加油好吗？干！我没有办法杀他哎、欸！你怎么觉得他在杀他？这好歹是 BOSS 吧？我用力在戳他。看不看画面？可是超级加油好吗？你看我这，看我多专业！你看，加油加油！你好，你好专业哦。我干，你们都不知道我其实用念力杀了他。从刚刚就一直在准备发功了。好，很好。这游戏是秒将杀人娃是吧？这游戏如果有分个别分数的话，那早就电爆你，气死了。对。卡在第一大关的，还可以分享现在的心情哎。这不用理他，按掉就好了。对，快分享现在，你可以对。对，这是。这样就好了，就继续按就好了。你可以轻一点，这可以。现在按哪个？没有，这按了，你要按，是你要按黑熊按右边，右边。嗯。OK 就好。OK， 好，走吧，存档。哦，那是存档。嗯，没有，他刚刚是问你说要不要发布那个类似网络讯息。哦，就贴在分享我们在玩这个。对，我现在玩的很开心，我觉得有互助。对，走。这等一下，刚刚是冒出来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想要就是帮你们顶上去。谢谢，好谢哦，谢谢。你看，多贴心啊！啊，干你！看我们的 CPU 人真好。看，还把怪物挡在那边。哦，这样子。哎哎、欸，耀西，有耀西。哎、欸，我的耀西，等我，我要吃耀西啊！各位，耀西人来了。呵啊，哎、欸，安安，你们耀西哦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。你这个犯贼啊！你靠，你杀我是不是啊？
帮你把药剂挡箭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药剂上会跑那个东西出来？哎哎、欸，活了！你看你，啊，你不就好棒棒？后面那个没药剂的，走开！哎、欸，你也药剂哦，你傻还是药剂？哦、我知道，还有一药，还有。妈的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啊，怎么了？救命啊！啊，我的药剂啊！还来得及。快挡起来！我要用跑那么快，干我药剂！干我的药剂！啊！干、啊啊！你这个婊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你们行不行啊？分数就我一半呢，分数就我一半，你们行不行？我有药剂就好了。哦，啊，不就好棒棒啊！药剂还不是走开了？干这叛徒！拜拜还跟你说拜拜，我死叛徒！看，亏我从小把你养到大。结果就是宇哥跟 A 熊两个互弄，然后只有 DA 安全比较。没有，其实我是死亡，然后直接从那边出现。对啊，但还是要看台数啊。还是三台 OK。然后宇哥就很悠哉的走到前面。干好大、喔！那个砖块到底是蓝色的？你想表达什么？那个砖块好像出现在有一点微妙的位置啊！啊，原来我们的敌人不止那些花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干！哎，等一下，先让我吃个大金币，搞定。欸、我发现，你看我吃了火之后变成红色的，那我就变成中毒了、哦。哎呦！你看宇哥变金色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干，你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举人？哎、欸，怎么举人来的？啊，举人就按那个啊，好、哦，就按这个会转的这一个。哦啊，就举人，可是来来来来，我示范一下，有啊举有办法啊，他不是就转起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可以三个叠起来，他是怎么、欸？你怎么举？没有哦，就怎么就转呢、啊？可能是按什么东西？你是按什么啊？我是摇摇这样子啊，我是摇手把他就举。哦，我摇摇，可是你们应该是按 R 吧？对啊，你们的手把构造不一样。还是按这个啊？要按着那个，要按着那个抓东西的那一颗。按着吗？哦，要按着。你把爹丢掉，我试试看。所以大家现在都……不行啊，不是、啊、要先知道基本操作、啊。嗯，按着要按着这个。就我的话，就是你那个抓的那一个，抓东西是 Y 啊，就是跑步。按着 Y 再按那个。哦，按住 Y 再按这个，按住 Y 再按 R。我、哦、靠，这么麻烦、哦。哎、欸，三连举，快黑熊来。应该没办法吧？干嘛？没办法。哦，好。喂，干嘛？干嘛？没有，没有干嘛？我帮你快速过关。啊！我这叫自作孽啊！你们到底是有什么毛病？我觉得好不适应哦，那个颜色反过来。去死吧！嘿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支数是不是已经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支数落差是不是有点大、啊？怎么有人是零啊？那个零的要打算破关。Okay. 所以我接下来要干嘛来着？那个，等一下出去会回血。回血，嗯，哎呦哎呦，你就接到、哦、你就出现一，你就接关一。啊、哦，一开一的意思啊啊、哦，就是这代表我的那个为伙伴的贡献度，对吧？牺牲的精神，你是地雷率好不好？牺牲的精神，地雷率加一哦。干，所以你们刚说按着 Y 然后再按 R 吗？对对对，看为什么刚刚没感觉？哦，哎、欸，要吃兄弟的。你们不觉得你们有一个队友残疾特别多吗？你不觉得？不能吃掉那个红红的吧？当然不行。那个黑熊一直吃那个红红的。黑熊智能有问题。啊嘎！我也知道。我知道一件事情了。哎、欸。家台的都没吃到哎、欸，你们把所有的家台都闪了。有黑熊吃到哦，吃到了家台。
咱呢，爱德玛给到那谁哦，没有得到道具。我杀水是要你要吃完所有的，可能就有那个才会赢。好，那这种合作性质的，对我们之间就不太可能发生了。對休想！你休想！你怎么开？快把它干掉好不好？好，我再加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关卡而已哦。对啊，我一直想说奇怪，这关怎么不能往前跑？我黑熊吹对库巴有没有？这库巴人的，哎，根本是库巴派的间谍，好不好？啊，城堡就要认真了。要走哪边啊？他有右边跟。先打红色药剂耶！我想要去看那个红色药剂。啊，去看红色药剂，不能过去耶。啊？哦，那条路还没有开。没开。哦，还没有开。好戏哦。各差两条命。我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我都在一个精准的数列。嘿，我是粒子。哦，你妈的来干！太残忍了！哎哎哎！哈哈！小温，救命！小温打篮，请把你马里奥的技巧传给我。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马里奥这种游戏，这个。这设计是给一个小学龄前的朋友玩的，你们两个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加油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！哦，这个来得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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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啊！一路飞，我来不及了。我觉得是有人刻意冲得比较快啊。想碰我？你们给我走开！不要碰我！滚！啊！害人害己啊！有没有？最好的见证就是这样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感激感激，哎，感激感激激动！我踩不到砖块啊！你不要乱顶啊！乱顶毛啊！不要乱顶啊！好可怕！你们干嘛那么急着送死？啊！救命啊！那个在哪里？我根本看不到你们啊！我现在眼里只有雨坑。雨坑！哎！救命啊！根本不想理那两个废物。我就只有看到雨坑一直废，然后我要救雨坑。没错没错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哎，哦，这个叫飞的。我们要飞上就船上了。看，最好是这样子中得了啦。这准头也算得太准了吧？我觉得动过去之后，应该已经直接炸死了。看我们的，哎，干！看我们的命！加油，努力！三人啊！哎，壮烈牺牲了，是时候，是时候使出那个什么？那个喷射气流攻击了，走开 ！Get to three attack！ 挡不住他。我们没有很期待 BOSS 挡得住的。啊靠！哎，我可以炸他的炸弹哎，他炸弹来了。哦，交给你挡他的炸弹。你们让开！走开！别顶我！哇！非常危险！哎，你最大颗，你去挡一下。没问题。啊！哇！好友啊！走开！干黑兄弟，你妈的，你是马六？哎呀，干可恶！身为主角，你应该……啊！干爹，你又剩下三只了，为什么？壮烈牺牲了，我为了你们挡住他多少发的攻击，你摸摸良心好吗？那不都两周死亡式自杀攻击挡住他的炸弹，你们可以活到今日吗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！对啊，我靠，这炸弹不炸你身，只炸我身啊！简直跟 M&M 巧克力一样。看这样来看，城堡其实也不难嘛。对啊，是啊，只要有爹的牺牲，我们可以打败我那个魔王啊 ！Save 了啊 ！Save 了，真的。靠，这地形也落差太大了。不要城堡，是沙漠，草原直接接沙漠。这没问题吧，我是壮汉，肌肉好大。所以刚刚那条路没有开哦。嗯，没有，可能要从后面绕回去我才。哦。哦，他光盘是这样子跑。
很快你就会接到第二次，你的贡献度就会变成二。我补啊！可以再补一下。妈的，这也太是时候了吧！这个，妈的，你们死定了！宇哥那个看了一脸，先吃个便当，来不及，我被夹死。你看，就想拿乌龟哦，就想拿乌龟啊！给我拉开！啊！姐啊！哎，还有肉，还有肉，还有肉！宇哥怎么？跑到太前面截住，走开！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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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靠！要有鬼！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我一个精彩的螺旋！我操你娘！他可以，原来他是可以那个跳墙壁的，他可以跳墙壁，就是可以那个三角跳跃。让开！你们这群臭神鬼！哎、欸、哎，雷口的怎么样？不见了！你们浪费了什么时间吗？我砖块不是持久砖。哦，他是踩过，有人踩过就会慢慢过。踩过砖无痕，加油好吗？看，给我支数。为什么黑熊支数没有变化？丢太少龟壳是不是？口头够是哦，一个人靠的哦，倒是不没有数到100就过关了、嗯。哦，这快速过关就对了。對你看，果然，其实我们刚刚看起来，其实在挣扎，就我们在快速的过关。对，我们在挑战最速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这互撞是一件加速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闪电霹雳车？妖怪吧，我们找他好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两件都穿黑色的，啊、你们俩都穿看灰色的。哦，我再去追刚那只，追刚那只，走。啊，所以就药西关就开了吧？还没有，还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哦，要找他吗？去找找看好了，好，找找看好了。我也不知道会干嘛、欸。哦，第一次看到这东西。他说什么？反正他已经是说干我东西被干走了。应该也差不多了。然后我劝你他妈最好赶快把他找回来哦，不然我就翻脸了。好像很合理哦，配上他的行为、啊。你看，他现在已经快翻脸了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个脸是三小，为什么中间会有马尾妖怪妹是谁？对，应该是世界上的玩家吗？哦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是把他踩死。哦，有了，要追他吧？追他，好了、啊，这剑是我们最会了。好，这我们最会了，认真啊，走啊！太快了吧！哎呀！不是要抓他吗？六秒哎、欸，六秒钟，最快雨根果然是最快的男人，靠背速之男，你也可以，他压那么多口，连这你也能亏。亚美特，我刚可以把我们的心情穿给叫川柳的人，就是穿的东西被偷的人，是不是？有可能吧。来个皮，看起来大力人的样子。嗯？为什么？哦，跳世界吧！哦，可以直接去这边的那个，哦，直接过去那边的世界哦。看这马里奥世界科技还蛮恐怖的。对啊，居然可以直接用水管跳关哎！哎，迪迦不是也用水管跳关吗？真可怕！啊，又是这个！啊，又是这个，这个我最擅长啊！你规则，猴子都会啊。最右边的古巴，最右边，对，撞最右边的就对。走，我敲破你们的头盖。那、哎、不要撞我了，这别撞我，还要撞吗？不用撞了，不用撞了。六秒传说，一个六秒传说，六秒侠，以后就是六秒男。他这个好像是可以你在地图上可以使用嘛，就跟三代那个一样嘛，对吧、啊？不用了，我们靠技术就好了。左边吧，为什么你一口同声？不要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偏左。人生的路途偏左，你确定不是阿甘？你是安子？我想说在这边消耗一下时间，那我不会扣是不是？哦！
死他是不是？对啊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救他了！救，哎，干，救的好！哦，我、哦，哇，这两个是英雄队友啊！干，我都知道。啊哎、欸，我要死！小心！妈的，哪个混蛋下去？糟糕啊！糟糕哎、欸！去哪里干什么？看不到，我就躲在你后面了。这个时候就突然需要队友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剩一条命啊！哦，fuck！ 看过来，硬冲还是不行的、啊。这地方需要光啊！你点会有光吗？应该没有。就把你好像宕机一样。为什么始终少一个人啊？也对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坚持拿一百分。你觉得可以改变你六秒男人的那个吗？干、嗯，有本事你就跟我一样都拿一百分啊！没有，我到不了最后。我就死掉了。不错不错，贡献度变二了，对吧？啊，有变二，贡献度二了，好，不错不错，二，请投二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按是不是？我不用按。我打完了、欸，没有吧？哈，哦，小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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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王哎、欸，所以他这个版本是一定要一个人控那个地图，也没有啊，他可以到五个人玩啊，就表示可以那个、啊。你们怎么都不乖乖的照正规的？哦，不需要不需要，我们有触控板的帮忙 ，OK 的。啊，滚啊！你在这边？哎呦呦！我会想念你们。哇、wow, 哦，怎么那么高啊？我觉得根本就是人家害死你，直接跳上来了。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东西可以用是不是？我靠你！妈的，死人手！好抱歉。哦，神助攻，神助攻，马上就死定了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常常想害人，就最后把自己害死？真的？什么画面？我天哪！还有这？你看这种揍人！你这……抱歉，一个手滑。你干嘛？他们两个都害死，然后你也害死，然后你这关就重来了。真的是希望能够帮大家过关的哦，是，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哦。干凭什么？来，帮你们拿东西吃，拜哦。我靠，那边会被夹死！哎、欸，我在哪？你走迷道了哦。你成功躲过黑熊的袭击了。喂，好烦哦，干！怎么自闭？自闭？抓我自闭！哇！我这边突然就摔死了。我都要一直按着，就是这要连打。我以为是按着就好了。哦，他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要被我自己害死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不要。
在超级小，我没办法很精准的点到正确的位置。啊！你慢一点啊！我都跟不上你啊！救不到他们两个，受不了。啊，我知道这边怎么搞。啊你们两个彪彪，哎、欸！那、啊、你知道什么？所以说我才知道什么。看戏，你看，根本活的这个废物。看戏，加油好吗？你出来了？没有，我没有打算出来。加油好吗？不打算再放了。呜呼！呜呼！哎、欸，靠！不能连续踩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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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尼克隆在蛋里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是什么？哦，我。自闭个屁！耍什么自闭啊？狗我要自闭！啊干！这个不要超陷阱啊！超一转全死啊！为什么你那出一个很像必杀技的声音？去转好吗？去转好吗？小闪，你们这叫抛小？会有？没有？看我在那边等你。对啊！啊！自作孽，想害人的下场。哎、欸，又一个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没有你好好的、啊，不是我啊，可是刚谁死啊？黑熊吗？黑熊死了，为什么？他在下面复活，你就死掉了。这群垫脚石，卖给我踩！你们，熊要杀人了，快！不会，我们不会那么卑鄙。我干你俩！啊！我没死吧？我死了吗？好像没有，我数字没有减少，看不懂，看不懂。我数字有减少吗？哦，有，你现在又剩下一条命。哎呦，干！哎呦！没有香菇。你想干嘛？要秀哦！你看我把你丢出去，你看这么一个漂亮的助攻，对不对？小文说：“小文说我贡献度快三了，我知道，我很有贡献的，我懂，我现在都很有贡献的。”要秀哦！小文都说你快要贡献到三，我快贡献三，贡献度三，这个不是普通人做到，你知道吗？曾经达到贡献度五的只有甘地，你知道吗？历史事实上曾经就贡献度达到五，我现在都快三了呢。我现在跟真古德是差不多同等级的水准了，还在这里啊？看他太飞太快了，对啊，他也飞得太快了吧？他根本就已经比库巴还要强了。哎，我记得有一代不是他是隐藏魔王，是哪一代？是吗？好像远远的看像幕后黑手，远远的看像唐老鸭的配色。蓝色、黄色跟白色，还有唐老鸭配色吗？哎、欸，要怎么再正视它呢？是走迷宫吗？两边选一个吗？没有吧，是迷宫。哦，丢它，不是吧？它是哦，收到，它是对，它是你要想办法走出去，嗯、但不能被那个碰到。哦，这我，你谁有？你、欸、看你，哎、啊欸，是你啊。我也是黑熊，认真点好不好？是啊，加油好吗？我手都一直这样子、欸。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加油好，加油好吗？
这就过了嘛。也是。就为了一个无敌心而已。那个 P 到底是干嘛 ？Power Man 吧，力气很大的。干嘛呢？差不多吧，看来 P 不 Power Man 吗？阿飞，哦，啊、加油好吗？我去右边。我，你们两个给我认真，不要吃到五八就好了。我觉得酷爸一直在打我。你觉得你没有任何？我觉得黑熊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啊。有啊，我在努力躲酷爸。干！看一个回头。干！加油好吗？你他妈的你也都在吃酷爸？你不是？不是酷爸有导航系统，怪我喽。哈哈哈！丢了一个，不错不错。你们超懒，可是我觉得我刚刚没有吃那么多库巴、啊，为什么他结算的时候这么多？好像我吃的蛮多的，大家是这么说的。哦，我至少吃到五个是吧？看，还把你看错了，你这才是长得像库巴的那个绿色的。啊，这什么？从组合迷宫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那个壮乐啊？哦、oh! oh. ，加油好吗？你们都在这干嘛？哦，把那个黄色塞进去是不是？应该是先把他们挤下去而已。没有，你要拿三个啦，然后这三个就是它就是三个颜色分别代表你的三个东西。对啊，但你如果刚刚有选到库巴的那只黄色就如果成二的话就成二。哪里啊？对，小恩有讲，一人抓一只，不要抓库巴。我刚抓到三小。我怎么知道、啊？你怎么没抓到？你就全抓完了，气死我了！我也什么都没抓到，我还在犹豫我要干嘛、欸。哦，这边一定是难度。哦，神助石柱攻，干你！神助攻没用。该有嘞！哎、欸，这根本是阻碍吧？石柱攻。哎、欸，干可不塞！好、欸、忙啊，我剩下三个人。不用，剩一个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全灭！最后死的那个最累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最后死的那个就是问题所在。跟魔猎人一样，你两猫都无所谓，但你不能当第三猫。最后那个就是千古罪人了。对。看我稳稳的。可猜啊！你都猜怎么来的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没事，我原来那个是电梯呀、啊，那个，在这么一个凶险的环境，你们还闹？你看，又是100分，怎么抓都是100分。凶险的环境，过关过关，太可怕了，妈的！你叫我死超快，我的贡献超大，好吗？这怎么能跳？可以走了。算了。哦耶！我达成了成就，三都吃。没有。哎，看你的兵也打准一点，好不好？三菇香花，跳好跳满，我拦的、欸。谁要跟你们这么瞎混？我走了。看有人忍受不了寂寞，自己下来了。哎，我没了。啊哥！五个。猫车，哎呦 ，power！ 哇！
我跟你俩这么打字，哇！不行，快快，我复活，复活，让我复活！那我的贡献度之王 ，OK， 好走。跳太慢不行，我来帮你们过关。哎，兄弟，从头飘到尾，对吗？我们现在都要拼最速破关成功要最速过关，然后都不完全不过。他刚说那个现在不过同伴前。他刚我说现在把我们心情用四字成语表达出来，然后投稿。我可能写甘霖老叔了。干什么好样的？哇，神救援哎、欸！这真的是超级神救援，我吓死我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看看你！哦，哎，有没有可以？我突然发现，哎，还好。What the fuck？ 哎，这可以上去吧？哎，上面可以。上去可以，上面有路哦。有路哎、欸，有人进去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没进去啊。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听到噔噔噔的。哎，加这来这边就只有吃金币而已。对啊。还有一条另外一条绿色绿。我觉得这边来过。是我刚刚好像可以从绿色那边下来啊。对啊，是同一个啊，我们是同一个管子出来啊。我的谁那么阴险？我不知道 NPC 是谁啊！哎，救不到！我知道我一个问题，他跳墙壁喜欢再按一下，然后就会反跳回去。这是，你看我一个精彩的宝物。为什么对那个庄客在阻挡我的路啊？我觉得你们最好赶快让开啊！哦，该好可怕 ，D A G！ 撑不到最后一关。哎、欸，爹爹要死！我想说，今天这是少了什么？干黑熊先认真了，那可能有点太危险。你确定这是在帮我们吗？帮我怎么？啊，干不行！我也结束，加油好吗？这个。哇，还有两个人已经开始有贡献值了。哇，英语哥都一台了。没办法，可恶。哦，我连三拉三了。我还从中调和，莫名其妙被卷入了炮火之中。很超级无辜哎我。欸、你那你怎么可以活那么久啊？敢逃啊！就我什么都没有啊！哇！哇！哇！哈哈！走！让我走！看你们两个是安全的、啊，不然嫌命长是不是？你要是这样子带我一起下去是哪招？干！走开！哎、欸，干！这样子你吃到我凭什么？滚！啊！干、啊！可恶！你干你啊！干黑熊已经疯了，他如入无人之境了。有在第二格，快上去，快上去，快上去！啊！快进去，快进去！他又要再死一次了。你们休想，不会发生的！哇！啊哈！是刚才等一下那只怎么打？继续。真的
吗？团队、勇气与合作。完了完了，过不了了。友情。看这样子，这样子抓，把人家抓起来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每次都不等那一颗啊？他都是等我们飞了再出来的是吧？这个就人家等离职了才发那个年终奖金有什么不同？我真的觉得你先不要放开窗台，我们会没地方可以打。哦，对啊，救命！哎、欸，窗外可以挡他的攻击啊，为什么不放啊？放个窗可以挡他攻击，可以挡。快、哦、跳，快跳！你干什么？我们在合作。我去你的！你大爷的！喂、啊！啊啊啊啊、你大爷的！该认真了，该认真了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！我到刚刚那一刻，我已经完全了解这个游戏该怎么玩。对，我们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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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到底玩几关了？现在才吃透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次一定没问题。好啊，我又没有啊。好啊。笑哦，不行，哎，哎哎呦呦，神救援了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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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哇哇，爹好惊喜！我靠，太爹太猛了，太扯！啊！黑熊不错啊！我看看，不错，你已经步入了那个谁来的？前节诺贝尔和平奖是谁？我忘了啊，总最和平奖了，不错不错。哦，该可恶！我本来想说一个漂亮的助攻，就可以让我升天了，结果，哎呦！你已经快要再得一个诺贝尔奖了，不要吵，我要认真。看你，你看你，害人终害己啊！这句话果然没有错，这不自古名言。我还是慢慢来好了。大哥，你靠！你不要以为没有看到你刚点了一个红砖块给我。哦，点给你也不行，不点给你也不行。先等一下，我不要帮你，我不要救你。你看那个百分之十。可是我觉得你那口，你那煮饭他说把宇哥害死。走开呀！ Yeah, 我走了。可恶，我还想叫他。哎、欸，你点了可以自己再消除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香菇，等香菇好不好？等香菇好吗？等香菇好吗？年终奖金怎么还不来？不会吧？真来嘞！这是人家离职才发的，真的是离职才发，真的离职才发。我先走，我先走，看看你先离职，等看看离职。真的，真的，宇哥离职就有了。老板会算，老板会算，会算。两个人要给两个香菇，怎么就给一个？给一个，都算的好好的了。那人老板多么勤奋，真的是。哎，那个你就那个，你就那个，他有办法挡吗？这样可以，可以，刚挡的，你看。哦，那简直就猴子一样。快、啊、点。哦、他可以那个哦，这个测验那个手，What the fuck！ 哦，那个、哦哎呦呦，踩到踩到踩到，哎呦，这个神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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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游戏玩到现在出现大绝招，这干嘛？走开啊！哎，你还会复活？宇哥还复活？等一下，还留剩一条命哦。直接踩他！你这个混蛋！啊哈哈！救命啊！哦，那口可以点，所以哦，他可以点掉。去死！英雄好强哦！我觉得那口比较猛，我觉得。然后，所以我说那个蓝色的香菇，蓝色香菇是没有打过魔王的，因为。
根本 LV1 勇者啊，然后到直接打库巴都还 LV1， 又从来没有打过猫，没有得到任何经验值啊！东线路四啊，快追上甘地的脚步了，真太可怕！已经花了15命了。哦，不止哦，4次，一次20了，20了。我们开一个小时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一个小时吗？还没有，55分，好像5分钟。我们先把旁边那个小偷打掉了。好啊好啊。我笑得有点忘了喝口水。你要看他们好像很团结啊，呀呼！其实内心里都是悲剧，都是勾心斗角，超级攻心计。啊，终于黑熊要开始贡献了，他也要开始进入贡献了。我没办法点他，哦，这边就没有办法点，没办法对他做任何事情。好啊，然后来让我这个，哦，不行，那个花真的太可怕了！快快快，黑熊快追到，啊！黑熊会死在花上，我跟你啊，不是，你预言到一半，你打脸。可这样就算那个哦，还可以再挑战，是不是？挑战关卡是不是，那也不会损命哈。OK， 不会增加贡献度。骗叫了，我明明就损命。没有啊，你刚刚是一命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可以啊。你现在以为自己很强吗？气死人！三不见。哇！先把路障给掉。一路上停了，还是碰着死人。哦，好吗？花没办法点掉，就可以让花不要咬。哇！我是最快的男人，这个不愧是最快的男人的二连抓，二连抓，好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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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，你个混蛋！我又得到一个力量男人，Power Man， 这台红红的，这是那个红红的吗？可要到底那边用一次好，等下我们用一次力量男人好了。好，我快满了，到底是拿来干嘛啊？这个，也可以用啊。好，我看一下，下面是 frozen， 像是冻区，下面是 mint， 不知道什么 mint shoot，mint shoot，mint shoot， 不知道。上面是那个冻结区。Shadow Sabak， desert 不是我们刚来的沙漠啊？不是田地哦，对，我刚才在 desert。啊，随便选一个，上面好了。怎么给你正反掉？哦，水关哎、欸。Mint 是水吗？薄荷吗？不是啊，对啊。好棒哦，这一关。啊！我玩，我黑熊喜欢水。我永远玩马里奥最讨厌的水。对，对。哎呀，要写叫力量男人是？哎，怎么用啊？应该是那个吗？我没有。我怎么弄？我不知道，我猜的。他不是是头脑开始，叫什么神力量男人？米猫瓦斯，还是黑熊暗 A？ 我看到右下角啊，右下角啊，那个哦，按一，哦，熊力量男人，这是很高力量 ，Power Man， 应该是 Power Fox， 力量狐狸 Fox， 可以看这个，哦，我可以飞跃，你看。哦，它可以一直飞就对了，你按 R 就是它就可以这样子飞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一直重复飞的吗？对 对, 對，就按就好了。然后我这就我一个在水里，这个啊，救不到。好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碰到，我觉得我不要过去好了，那先过去就两个飞我就死了。等等，你就待在泡泡里面飞好了。很努力的在避开他们，很努力的在避开什么鬼？哦，这个点就是让你可以轻松过关的，对吧？几乎都哦，这不是大巫鼠飞行术吗？泰山阿达也有啊，搞笑。